王思聪疑似又有了新女友。近几天呢，网友爆料说，王思聪与一个女生单独在餐厅吃饭，两人的行为啊是十分暧昧的。王思聪啊是紧紧地握住女孩的手腕，还一直给这个女孩喂菜。这张照片啊是被传到了网上，轰炸了全网。继上一次与熊猫 TV 张小萌的绯闻还没有过多久，然后王校长啊是又有了新的女友，速度实在是太快啊，吃瓜群众是立马全网扒皮，结果还真的找到这个女孩的身份了。她本名嘛叫做裘玲玲，网上人称甜球，又是一个网红啊。而且从她的这个近照可以看出来，长相很标致，大眼睛高鼻梁尖下巴，与王思聪以往交往过的网红女友啊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不得不令人感叹呢、即便过了这么多年，但是这个国民老公的审美还是没有改变，他偏爱网红，号称是网红收割机。而细数王校长的后宫团，每个女友的容貌啊都是相似的，就连这个经历也是一样一样的，高调开始然后又迅速的终结。恋情过后啊，王校长依旧是那一个王校长，而那些曾经成为他后宫的网红们却早已变了模样，无论是相貌还是人生走向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扒一扒王的女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王思聪啊是圈内出了名的传奇人物，身为王健林之子啊，他有钱，家底丰厚，人呢、也有本事。当初这个王健林给了他5亿，说是如果说亏本了的话就回去上班。但是王思聪啊是拿着这些钱，不仅没有亏本，反而还赚得盆满钵满的，自己开了公司，又进军到电竞行业，打开了新市场。富二代的身边呢、是从来不缺美人，更何况是首富之子。王思聪至成年起啊，身边的美女如云。可能大家忘记了啊，王校长在开启风流模式之前呢，也是一名痴情男子。他的初恋呢叫做张倩，相传啊两人很早就相识了，但是直到去英国读书才真正的走到了一起。张倩酷爱熊猫，给自己的 ID 啊都取名叫做熊猫或者是熊猫小宝。据说呀，后来王思聪将这个自创的直播网站取名叫做熊猫 TV， 就是忘不了这一段情。不过至于这事的真假呀，已经无从分辨了。但是前几年在小聪秀，当时有问他是否谈过恋爱，没想到王思聪大胆坦言说，出国的时候结识了一个华裔女孩。所以呢，有人猜测这个女孩就是张倩。而因为她的这一句话呀，张倩是立马登上了热搜，网友们都在讨论张倩本尊到底是谁。但是直到热搜慢慢退去，依旧是找不到真人。有趣的是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网友们纷纷站出来清一色的自曝自己就是本人。大多网友啊还贴出了自己的照片，还有人直接晒出了身份证。不过啊，大家也只是当乐子罢了，没有后续。此时啊，有知情人爆料，真正的张倩呢，其实早就结婚了。当初她与王思聪在国外修完学业，不久就便分了手了。随后张静就出国嫁人了，嫁的人呢、这个男生据说家境也很不错，透过他们的婚纱照啊，你还是看出来挺般配的。那嫁人之后呢，张倩逐渐就沉寂了，不再说年少时候的事情，而王思聪也没有再提起过了。他的初恋呢、就以这种言情剧般的一个方式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。因为初恋离开的太过于迅速了，又没有了复合的可能，所以有人还猜测过，今天的王思聪变成这样啊，或许就是因为张倩的影响，他被抛弃了，所以呢再也不相信爱了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种臆想，事实上啊，恢复单身的王公子身边早就是有了很多的美人陪伴，好不好？2014年9月份，官媒爆出了这样一则新闻，万达的董事王思聪因为汽车后备箱有间距，然后被上海警方带走了。而就因为这一起事件，王思聪的新女友被炸了出来。网友们发现呢、王家公子不仅是后备箱藏间距，进屋里边还藏了美人呢。这个美人叫做王颖，是一名模特，据说呀最出名的作品就是在《非诚勿扰二》里边客串一个小角色。王颖是锥子脸大眼睛，身材丰满，既清纯又扮得了性感。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性感照呀，网友们跳了出来，指责这个王颖装嫩胸是假的。见网友被全网黑，王思聪也不乐意了，当即回击说，靠，哥出来混这么多年，你觉得能找个假胸的？一句话是噎得倒茶者没话再说了。可是要想当首富儿子的女人，
可是不简单的，因为王颖是模特，所以呢，网友们又扒出了她拍的硬照，真的很裸露，而且每一张都非常非常的大胆。于是网络上又传出了王颖不符合主流审美，行为太边缘化了。但是王思聪偏偏就爱这样的美人呀，他第二次回击恶评说爱情是很纯粹的东西，等等等。王思聪这般的痴情啊，黑粉们真的是被怼的无话可说了。外界也一致认为王思聪这一次是真的爱了王颖，就是他命中的灰姑娘。可是几乎同一时刻，眼尖的人呢、发现王思聪怼完网友之后又悄悄地删光了回复，还将个人简介改为了丧偶。哎，他又分手了。至于这个理由，王公子不再详说，王颖啊也没有发声了。这段恋爱故事啊，就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给结束了，甚至大家还来不及反应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离开王颖，王思聪也离开了单纯。此后他再交女友啊，不再像以前这样子这般的执着了。网传呢，王思聪的第三位女友叫做姚欣彤，是一名演员，两人的感情很简洁，刚爆出来这个暧昧新闻的时候就立马的斩断了联系。后来他用一张新男友的出行照将与王思聪的恩怨抹杀在了记忆当中，而王思聪啊已然看透了女人心，不带一丝犹豫的公开了新任女友宋亮。坊间传呢，宋亮也是王思聪最惨的一位女友。她不仅和王思聪恋爱时间短，在分手之后啊，也一直走不出来。那时候，王公子已经在情场摸爬滚打多年，已经是非常的清楚的知道，女人或许要的不单单是情，还有钱。于是啊，一公开与宋亮的关系，他就送了新女友很多礼物，大牌包包啊、钻石啊、最新的奢侈品啊等等。据说他还送了宋亮一件艺术品，价值90万呢。宋亮也是很享受。与王思聪在一起啊，总是一副温婉听话的女友形象。可是好景不长啊，王公子似乎是腻了，咦，又分手了。那以后啊，宋亮失去了取款机，没有了奢华的生活，但是啊，他又不愿意减少生活的质量，于是又将王思聪送的这个奢侈品给卖了。光是这些还不够，还大吐苦水称，其实我真的不介意你们问我是不是分手了，因为2年以来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自己很幸福。离开王思聪，哎，不应该说是离开奢华生活，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了。再后来啊，关于宋亮的消息，据说是未婚生女了，还有人指出他整容了。而就在前不久，豆瓣上面还有人爆料说宋亮又找了个富二代，是温哥华的。看他的 INS 啊，也一直是走在炫富的道路之上。至于这些呢，我想王思聪都是知道的，看在眼里。但是他一贯的做法呢，就是只撩妹，然后不发表意见，或者说来不及发表对前任的看法吧。因为这个时候啊，王思聪又在美女堆当中给徘徊了起来。他与何雨萌啊、赵子毅、邹阳先后的传出了桃色新闻，但是对于这三人的话呢，是只见江湖上铺天盖地的宣扬，电视却不见王思聪自己承认他对他们有感情吗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我想啊，他对张雨绮一定是动了情的。张雨绮算是王思聪第八任了。2014年的12月20号，在万达武汉电影乐园开业典礼之上，王思聪带着张雨绮出现了，这是他第一次对感情这么的高调。当天呢，王思聪是走在了前面，然后张雨绮啊就跟在他的身后，亦步亦趋，真的是十分乖巧呀。活动结束之后呢，他们又牵着手离开了。这个场景啊，简直是要惊呆了媒体。哎，王家公子又有女友了。那之后啊，张雨绮独自去参加一个活动啊，娱记就立马追问说，听说你是王思聪的正牌女友，对此你怎么回应啊？张雨绮只是笑笑说不回答。而自从高调出现在万达之后啊，王思聪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俩人的反应啊真的太蹊跷了，一时之间网友们猜测他们只是作秀，根本就不是恋人关系。但是这事儿过去7天之后啊，他们又高调的合体了。王思聪又带着张雨绮去韩国看 TR 的演唱会，事后啊，媒体还拍到了他还和这个张雨绮一起吃冰淇淋，哎，一边吃一边是牵着手，反正就是恋人的样子。这么看来的话，恋情算是实锤了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他们还是不肯承认是情侣，尤其是张雨绮，被记者问到感情的事情啊，他总是在打太极，什么都不肯说。有一次他与潘粤明合作话剧，然后到了提问环节，记者们追问他和王思聪的事情啊，说分享一下你心目中这个男神是什么样的吧。张雨绮想要转移话题说，主要是人好吧，品质是最关键的。媒体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，又继续问，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脱单秘籍呢？他含糊其辞地说，再次开口说，
其实我觉得缘分吧，就是你可能遇到那个人了，你也就脱单了。哎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刻意逃避，有一名男记者真的是忍不住了，直接开问，生活当中的爱情的话，那你自己是那种逆来顺受的感觉，还是你也是那种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女生呢？这一次他听了又是笑笑的说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聊聊话剧。说着呀就低下了头，然后露出了一副摇了我爸的神情。可以说呀，无论是虞姬如何的发问，他就是不提王思聪。而王思聪啊，也似乎是和他说好的一样，从来都不在媒体面前谈感情。哎，这么一看了，他们是想要低调恋爱咯？王公子这一次难道是要收心了，专心谈感情了？或许是的。他们的恋情曝光之后啊，网上有人传王思聪为了讨好张雨绮送了他一套房，这个举动还是挺王思聪的。如果是这一次他决定成家了的话，其实也是好事儿。但是啊，就在这时候有人爆出来了，他和两个美女在澳门相拥，前一秒还是痴情男友的人设，后一秒人设就崩塌了。看来这个王公子还是那个王公子啊，只谈爱不掏心。媒体啊都等着看张雨绮的反应，她也确实是反应了。张雨绮发了一个声明，写道，小蜗居购买于2014年2月，用所有的积蓄付了首期，去年二月还未认识 W 先生，两个人在一起，经济能力再优越也并不欠我什么，分手不存在任何经济补偿。还贴上了这个房子的付款证明，签字人呢就是张雨绮。从这一则的声明可以看出来呀，他自己买的房，王思聪啊只是负责了装修。他与王思聪确实是谈过恋爱，现在呢已经分手了。而此时有网友看到啊，王思聪在微博上面取关了他，舆论是一时就炸开了锅。但是他们就像是这个局外人一样，此后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分手后的张雨绮啊，凭借着王思聪前女友的名气，在圈内啊是混得如鱼得水。他成了电视电影综艺的常驻嘉宾，在2016年还当了女主，参演到《亲爱的公主病》，同年12月又在《如懿传》当中亮相了。那一次啊，因为扮相惊艳，他又上了一次热搜。不久前呢，他还被评为了最爱新晋演员奖。可以说，张雨绮是王思聪情人当中发展的最好的一位了。哎，对了，告别了王公子，他又结交了一位男友，是台湾演员陈柏荣，颜值是胜于王思聪的。又或许是想要扬眉吐气吧，与陈柏荣在一起之后啊，他拉着新男友，然后做了一次直播，网友们刷屏式的称赞道：“说，哎呦，神仙颜值太般配了。”当年被质疑的往事啊，也在这一刻消失殆尽了。隶属各位的美人吧，次次都是以失败告终。这个王思聪似乎是看透了爱情的。一回啊，他出席这个国民老公约票的活动当中，记者问他，择偶对象是什么？王思聪一副啊说，哎，这还用说的神情，大声地说，很简单，就是胸大呗。但是后来啊，他在小葱秀当中也说了，他后面跟了一句开玩笑的，但是被媒体给剪掉了。不过呀，不管他怎么说，这个胸大的算是实现了。在结束这个跟张雨绮的感情之后啊，王思聪的言行举止是越来越放纵了。他怼明星，怼记者，还点评圈内当中的事情，但是这都抵不过他有个网红女友，哎，雪梨就是这时候出现的。他是和张大奕不分上下的淘宝网红。王思聪和张雨绮结束恋情没有几个月，便和这个雪梨一同亮相在韩国了。他们去看了 Big Bang 的演唱会，然后之后啊，王思聪又带着雪梨从机场通过，两人的恋情就由此曝光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王校长的每一段感情都是见光死，自从被媒体拍到合体照片，然后没过多久又是分手的消息。2016年7月，他们被曝分手了。之后啊，雪梨是火速的和这个张演订婚了。张演呢是王思聪朋友圈的人，然后据说也是富二代。再后来呀，雪梨很快的就怀孕生子了，她和王思聪的故事彻底的被淹没在了庞大的信息流当中。很多人说雪梨和张雨绮一样，都是靠着王思聪红的。哎，其实不是的，王思聪是豪门公子，雪梨自己就是总裁。翻看他的简历啊，雪梨大学毕业之后就创立了淘宝店，然后之后和合伙人合资开了陈帆电子商务公司，他是董事长。在订婚的当年呢，雪梨将公司销售额做到了10亿。据他自述啊，他还将一个只有几百粉丝的网红推广成了超级大 V。 而与王思聪分手之后啊，雪梨事业是步步高升，他去了阿里投资大会演讲，干练而洒脱。主持人问他最大的战绩，
雪梨称，去年的双十一，我的店单日有1亿的销售。哎呦，惊得主持人大呼，真的挺具影响力的。后来他又去了红人节，在会上表示啊，我的恋情曝光被网络暴力，我能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去把自己变得更好、更强大，远远的跑在前面。离开王思聪啊，不是他的结束，而雪梨真正做自己的开始。如果说要给成功女性下个定义的话，大概就是雪梨的模样了。后来有人爆出了这样一个视频，雪梨和王思聪在一场活动相遇了，然后王思聪见到昔日的恋人，对雪梨是很客气的。期间呢，雪梨走路差点摔倒了，然后王思聪立马就扶住了她。这是他们分手之后的第一次同台，可以看到啊，王公子对雪梨是非常的尊重的，他也是王公子的前任里边活得最圆满、最有底气的一个了。记得那一年呢，有人花了3000元在网上问王思聪，请问你择偶的条件是什么？然后王思聪给出了答案，说目前还是不婚主义者，交女朋友从来没有想过发展成结婚对象，看着顺眼，喜欢就好。雪梨如今是又有钱又有爱，还有帅气老公，或许啊，她早就清楚王思聪给不了自己承诺，于是早早离开了。与雪梨分手之后啊，王思聪依旧在寻觅美人，到现在他身边的网红是络绎不绝，与黄慧、窦德、张小萌都传过花边，但是在这些人里面啊，他再也没有对张倩一般的深情，也没有如王颖那一般去袒护，更没有对张雨绮、雪梨那样的关切。或许说白了，这自始至终只是游戏，游戏开始高调而奢华，游戏结束提起裤子走人了，仅此而已。